如果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想回到哪一天？发生快！我希望回到我们分别的那一天。十年前。看我了，见到你真的很高兴。方成坤，你今天真的很奇怪，干嘛一直跟着我呀？今天不管你想做什么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幼稚。等会儿快点，你就应该好好出国去享受整服，我也会努力考上最好的大学。我喜欢你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时他也喜欢着我。方成坤，你再也别回来。我以前总是觉得时间还很长，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。陈佳倩，好久不见。